这头好你的线，嗯。等会再敲。嗯。会变比较冷。下巴，下巴就好，下巴不要冷就好。我这个啊，不知道怎么弄的，从此永远松不开，一紧的要命。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了，紧死我了。奇怪了。啊？怎样怎样？我看。有啊，我看到它在亮，但是它一直都是个灯，不过它有在。怪怪的哎。有在出力，为什么会？有开始闪，又关掉了。有吗？对啊。这条线是不是被凹了什么的？我再看一次。不闪的话就是怪怪的。有闪啊，我重插了才闪，而且你不肯，你很奇怪，就是说上午早应该至少用掉一格电，你却用光光，现在还是四格。没有，现在是没有闪哎。对啊，所以你这个线我不知道是什么状况啊。那只是他右阀开机而已。没有哎、欸，换个电动它也是不开、欸，没有闪，换一个洞也没有闪。对啊，就奇怪，这条线已经坏掉了吗？这东西有开关机的吗？我先帮你这台关机。难道这条线已经被搞坏了吗？我弄坏的，不要再凹它了，就没有亮了。嗯、重插一次吧，换另外一个，没有，不知道怎么现在都没有，完全不亮。没有，我看按，哎有了，现在有了，闪烁中吗？没有，持续亮，过一阵又不亮，有，有，现在是使用中，好了，就收好吧。我现在是把它放在我那小包包的后面，应该会比较直一点，因为之前只有放他自己的、嗯，不知道。显得好，鼻子都尽量没有套到了。我为什么看不到我自己？哦，有了，我看到了，你的也进入充电中了。啊，有在拍吗？没有拍啊。好了，有了，可以了。希望它有慢慢的冲进去。拍谁啊？我慢吞吞。没差、啊，就是玩一玩。哦，他不行了。他觉得卡片的问题。先关机。开始录了。为什么我这台就问题比较多？没有问题比较多、啊，就有啊！你的从来都没有说会进。我是换，我是跟你换了电池之后，应该好了吧？录了吗？录啊。嗯，而且刚刚的他根本没写进去，他说他觉得 SD 卡怪怪的。那现在呢？现在 OK 啊，好了，走吧，还要走一段路嘞。暖身。没有，走路就是暖身。来时的脚印，我们来的时候的脚印已经变这样了。就是我们两个，就只有我们两个这样走啊，已经变这样了，埋起来了。小动物的也会被掩盖。
雪太深了，看不到楼下呢。二楼啊。住一楼就会地下，住一楼吗？应该没有住一楼的吧？一楼是拉卡、啊。地下嗯，雪板还在。不在怎么办？不在就糟糕了，不在。没有起雾了吧？啊？没有起雾了吧？那不是，那可能是反光。没有啊。你把手套放在前面这样看，那是反光还是雾？哦，好像是鼻子鼻梁的反光。对啊。在左脚去，然后他说，我就怕他几乎每周都来啊，因为他来婆婆的那个在做类似 B&B 或是民宿那种，要来帮忙啊。他们会来，来，对，周末会来。然后我就觉得他们说那你在去滑雪，他说他们附近他刚找一个什么白滑，你有听过吗？滑雪场啊。他们那附近可能小雪场。埋起来了，原来没差那么深吧？现在就是只玩这条了吗？是啊，是啊。然后两点半就准备要上缆车，上拱多了，切回去。两点半滑回南管也差不多2:45了。OK， 让它滴水。对呀。欸，这不会动欸，有人按暂停了，时间暂停，上面有人滑倒了吧？我们可以小小的前进了。他欸，他在前后转哦，那台卡住了。对，那台要从上面解下来进来这边的地方。进不来。对啊。对，是这里卡住。我还没看过这样。Thank you.
办法人力帮助。他会前后的。打没打？会不会有人挂在缆车上，就比较尴尬？有、哦，上面一定有人挂着。他应该要往前推或往后推之类的，配合那个 King Kong， 他看他是要往前推还是往后。对啊，他要进这个轨道。好，他然后配合那个人按前后。好，按。他说好了吗？两个沟通不好。已经没有在看了，两个都进去了。按，里面有个操作，准备。戴着手套。要用力的吗？爬上去了。嗯。手动牵引，可能上面有什么东西要喷一喷呢、啊？哎、欸，还有，他也不能说我就这么停了，因为上面可能还载了四个。我说还好我们还没上车，反正就是我们也关在那边动弹不得。你觉得是怎么了？现在是人在拉，他在前后稍微挪一挪，他要动的，就是人弄的，对啊，然后。幸好我们没上去，对啊，感谢你。我说我比较慢嘛。对啊，哈哈哈哈。皮卡丘走了，皮卡丘走了，回头看到。他有个尾巴。好吧，我们看看上面坐了几个人，真可怜。我们去滑第一港多啦。对啊，去滑。哎，我忘记扣包包了。哦，我有扣吧。
又不好。你说还好，我去上了厕所，拖慢的。对啊，不然我们俩就完了，好了，不知道多久。赶不上车啊。可以了。可以吗？可以了。可以，你要拉我。救他们的吗？他把我修理。可以了。不行了。右脚超松的，我的脚一直在里面抽动，但是我已经绑最紧，不能再紧了。好，好像可以动了，他们要动了，动了，动了。但是等一会儿再做好了。嘿啊嘿啊。他好醉。冷啊，不热。嗯。雪季结束了。
下来应该就是在家闭关。三月留守都了。三月不好玩。我有工作出来多嘞。浪费钱啊。也是浪费，你觉得滑雪只会不好吗？对啊。或者是说雪不多啊。有，好，偷看。好亮啊！我要瞎了。还是在树后面。我刚就是在上这边看到他椅子在走，就说：“哎、欸，坐那个，坐那个。”看不到。现在。再走，看到了，在树后面再走。嗯。然后我们滑下来就可以过去了。嗯，应该是。而且太阳进来又跑出来了。你看那边。现在看很像馒头，其实根本就不是馒头，只是乱七八糟。你可以在窗外拍，如果你抓得紧的话。不要，好危险，掉下去我就哭死。好亮哦！太阳很大。雪板跟 ski 的属性差别，什么意思？他们只要度过了站得起来可以平推这一关，他们直接就可以跳来这个地方玩。为什么？属性问题。因为他们呢、啊，在松雪里面呢、啊，陷进去的话是没有危险性的，因为他们陷进去脚不会分叉。是我的吧？是我的吧？好像是。那怎么了？觉得没电。你现在完全不要动，因为他现在说他在充电状态。你要让他充一下是不是。对啊。可是红灯没有在亮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现在你怎么说他是充电状态？刚刚 LED 来开的时候，他是好像写充电状态。GoPro 那里没亮。我亮也亮一下下，以后又没亮了。完全不亮吗？现在没亮了，又亮了。闪烁状态，那好。到顶再开好了。滑下去之后会要坐拱多啦，对，我都不爱坐拱多啦，因为下面实在太平太长。哇，居然有蓝天，下雪的蓝天，怎么会下雪？正上方有一点吧。这样。超热。还好。要到了。
餐的时候，它到底有没有在充电？没有检查。有在闪，所以我才放着。但是我看它的红灯没有亮，电池有在闪，又没了。哇，这样都录不到了，怎么办？可以换电池。好，等一下。现在，电池一格都不动是怎样？都闪闪的，闪闪的雪。充电状态。会。正在录。蓝天，赶快拍一拍。你知道什么时候就要录吗？应该现在比较可以了吧？应该没错的。我们现在是冬天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回家的缆车吗？是啊，去哪？往那边啊。
好。有啊，正常。你的 OK 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偷看他的闪灯。是，要不叫叫了。才问完他就叫了。他现在有红色充电灯吗？没有吧。不然要跟你换线啊。可能那条线已经不行了。凹太多还是怎样？我以为这种布的比较好。它也经不起折吧？没有。好，偷看下面。我先偷看我的电池。下雪又来天。那我拿我的手机出来乱拍拍好。我的就正常啊，正常。好。那，哎，准备要回家了，结果出现蓝天。你先偷看一下电池，看它灯有没有在亮。正在亮，亮持续亮着嘛？持续亮就是了。哎呀，有啊。那让它充久一点吧。这要站着比较动。很漂亮哎、欸。你要是对着太阳的话，它会不会亮晶晶呢？有啊，有啊，亮晶晶啊。那我都拍不到啊。拍。那、啊、万一他一下又关呢？他想。而且他现在根本也没有亮红灯啊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但是电池有在亮哎。他可能凹到。接触不良还是怎样？就是它的充电力道比较弱。没有，现在目前没有凹。我是说之前已经被凹过了。头很松就是。啊？这个头，这个电池配这个头很松。太阳变弱了，被遮住了，但云又快要跑了。嗯。不然还有再试一下那个。而且，这个线好像有点扭。好了，这样 ，good good。好了，翻去。你要看吗？亮。你要看。当然，我要把线拉长一点，让它进去。哎、欸，它哔哔哔。对啊，它觉得电很有力。什么状态？那又觉得电不够了。它很冰吗？这跟冰没有关系啊，现在太阳热得很。所以我也应该以后也应该放裤子。我不知道哦。因为你都放裤子。我让它直一点。那不然我现在放裤子，我来不及了。我跟你换线吧。那我，那我要放裤子，放这里是不是？他又在哔哔哔什么？我刚帮他打开啊。然后他又关了、啊。不会啊。那现不是啊。好，先维持这样。我要放裤子啊！不要不要不要。放裤子啊！你线没那么长，你会去扯到他什么的。我看一下。你行吗？先让我大腿太紧。不要啦。
很刚好哎。对啊，然后拉链拉好之后，它是属于不会被动的状态，但是，等一下我看，对啊，关机了。线换线啊？闪红灯吗？没有闪吧。换线的话，我先暂停录。